好，我是杨小月。今天我们休息，然后我就出来接了个兼职。今天是泸州的一个大型车展，在我们泸州的商贸城。今天接了一个做礼仪的兼职，现在去换衣服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，现在去会场看一下。都跟你侧面。还好今天天气很好，不然特别冷。还有一个皮筋。主持人走秀，另外呢，我们透明直播间的全面展示，觉得盛大帷幕在这里呢。上午的开幕式已经忙完了，今天下午去和柚子他们一起，我在现场直播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车展现场的车型，现在已经到我们活动现场了，现在是在休息，就聊一下为什么要成都毕业，没有留在成都，然后回到泸州。因为泸州嘛，从小到大都在泸州，从小长大的，然后泸州也是一个酒城，然后是一个充满酒文化的城市，然后也就想要爸妈近一点嘛，就回到泸州。泸州发展，虽然说泸州这个城市没有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它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现在也有我们的云龙机场，还有高铁要即将开通了，所以说我觉得在泸州挺好的。泸州也就是一个亲切从小到大在这里长大，然后以后肯定也会长期待在泸州，大家可以来泸州找我们玩哟。现在吃个点心，等会儿就要开始直播了。吃个草莓的蛋糕。超级效果，超级效果，高尔夫。保时捷911的电子排档，那今天有四部超级轿跑，第一部就是高尔夫全新第八代，第二部就是雪佛兰。他们说现在现场要等会儿要举办一个王者荣耀的比赛，然后他们现在在报名。
好啦，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有时间可以来看看车展哟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